开始修车。那个松了，但是跑着跑着钢板掉一块了。这个十个的你试一下。啊？十个的你可以试一下。啊，给你加两个相机。什么鬼？开始干活。我估计是这边松的比较多。没见这边动，你可以现在把它松吧。那个钢板是不是出来了？哪个钢板？那个有一片的，这么多呢。这个？不是，这儿。没有，这个是橡胶。啊，橡胶。以前干这个是想垫上去的。哎，我感觉这边是正常，应该是这边比较少。你看，哇，这边好少，这不行，我要换个地方。哎，这个，帮我把这个垫子抽一下。什么垫子？我垫子的垫子，给我抽到边上去。往哪边抽？往这边，往这边。你压着上面。回。啊，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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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的天，天知道这里面有多恶心，我操！洗班子吧，你说我们在户外旅行容易吗？既当司机还得当修理工。哎呀，刚才这边甲哥给我喷了，你看喷了一下给我弄成什么样了，我呕了，完全擦不掉啊。看这个阿婷把车固定了一下，啊，自己粗糙的固定了一下。然后我们现在去做核酸，因为我们后面的就是妇幼儿医院，所以刚才问了一下可以做核酸，我们就先去把核酸做了，方便，因为那边现在有疫情的，先做了总是没错的。好嘞，做好核酸，继续出发吧。我们出去前先把油加了，不然的话，说不定几百公里都没有加油站，说不定。7.95块，哎呀，这边货8块呢，不行，没有微信。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啊，咱们已经要准备驻车休息了，不然再开下去的话，天知道啊，下一个城镇是在几百公里，是在100公里外呢，还是200公里外呢，都不清楚。马上到了，就在这了，是一个镇子啊，一个镇子。好热啊，这边的紫外线，我这个挡风玻璃换了之后，我的太阳膜没有太阳膜了，好晒，巨晒，巨晒无比。哦，遛遛啊，找片草地尿个尿啊，来，就这儿，我们驻车点挺好的，这边有一个湖，这是一个镇子啊，挺好。缺点呢就是在马路边就比较吵一点，不过呢我睡着了啥都听不到。就开始干活了，道路艰险呀，哇，接一盆水，但能喷一下啊，再把车擦一下。大风收音，又换了一瓶不干胶去除剂，水先接着吧。我这后面啊，这一整面啊都是啊，从低到高没水了，你看，密密麻麻的沥青点，这个清起来比我前面那个一大块一大块的还要困难，你看，包括这个自行车架啊、爬梯上啊，全是，这个且得时间清的。我现在坐在这个台阶上，慢慢弄吧。那我整了半天，整了半天弄了下面，然后弄了这一块，感觉只弄了三分之一，哇，还有三分之一，还有三分之二没弄。而且我感觉这个东西会伤皮肤，要皮肤有点刺激到，去拿点洗洁精冲洗一下。两瓶喷完了，
哇，两瓶喷完，这瓶还有，给它留着。啊，我顶不住了，下次再擦吧。喷了两瓶，感觉这次的伤害特别大，感觉手的不适感特别特别多。你看我这个手的皮，你看，喷了一下，手皮都破掉了，也不是手皮都破掉了，反正这些皮就脱落了。跟一台坐在这边车里面坐会吧，看看他们擦吧。我也没有那么强的强迫症了，我慢慢擦吧，樱桃，我们慢慢擦吧，想起来了就擦一下，想起来就擦一下，等到我们到了鄂尔多斯的时候就差不多擦完。你别舔我的手，真的中毒了，你知道吧？中毒。现在7:30了，我们还没有吃上饭，因为他们还没有洗完。哎呀，真的是。不过这边7:30的晚霞挺漂亮的啊。哎呦，你不要像个牛一样的嘛，樱桃，要干什么呢？算了，不要像个牛一样在那边拱好吗？你走我也走的，又不是你走我不走，慢一点就行了点。咱们现在过来吃晚饭嘞，擦完车子快8点了，然后到这个镇上面步行到镇子上吃饭。感觉这个镇子比昨天那个霍林郭勒市干净。看，哇，还有体育场啊！一个镇上还有体育场啊！哎呦，这真的是个镇吗？他们叫旗，叫旗。那高德岛上显示的是镇啊。这个。是这样，吃个面吧，晚上。吃碗面，顶饱。又到了每天的剥蒜的时间了，我剥。回到车边买了一个面包，明天路上就吃，不然每天开车时候饿死。万一啊，咱们又找不到什么吃的，随便买4个面包。喂，不是你的，放弃。Hello, good morning。哇，昨天真是太好睡了，下了一整晚的雨，现在早上还在下，现在上午的10点了，我们大家都在睡，没有一个人发微信。嘉哥呢？还在睡。哇，怎么会下雨呢？好像下了一天，下了一夜啊，加一个上午。不过再睡下去的话，咱们今天就不用赶路了，所以我准备起床了。起床后面下雨了，不太好，带一刀去溜啊。毛都睡乱了，娘！我把柴暖开了，等等洗个头，洗个脸，起来。啊，上午起床，你看这天气差不差？风好大，我白天我就穿这个加绒的。溜一下樱桃，吃饭，吃完饭溜溜球啊，继续溜溜球。天气好差哟，这么一对比啊，怎么还是喜欢大太阳。到达收费站了，这边的国道呢，就是到一个镇就要收费。我发现我的方向盘有点抖动，然后你看，明显偏右这么多，就突然间我转一下，
转一下，都能下去打打，都能下去打打气。下来看了一下，应该不是。哎呦，应该不是轮胎撅气的问题，应该是车内要做四轮定位一个动平衡。我们赶紧到地方，我去做四轮定位一个动平衡了。偏的太厉害了。你看，我就正常松开方向盘啊，你们看啊，就正常是这样的。然后我一松，你看，瞬间往右偏。有十几张。这克什克腾旗这边，阿典刚刚去找了个修理厂，但是修不了啊。房车太大了，没有那么大的举升机来做四人定位。哎呀，所以咱们就直接到目的地吧。累就累一点嘛，只是手臂酸一点。反而开这种稍微烂一点路的，开起来没有那么累。